听说这个火焰天使山在这一间里面，在这一间里面，这是夜店吗？走错了，这不是要卖槟榔的吧？这应该是卖槟榔的吧？这应该是深色场所吧？是吗？哦，俗称的制服店了，好像是要穿制服啊。哎呦，哎，那果冻你在外面等我，我在外面帮你们把关。你等我跟袁涛，我们等下就过来。好，我们两个先把，我们去看看一下，我们两个把他赶走哈。其实我也可以去。Hello， 欢迎光临。哇，怎么称呼？QQ 跟蕾蕾，哎，我打电话给你太太。哦，怎么弄？你在这里哈，你跟他们聊天，对，你问他，对，你叫什么名字？我叫 QQ。哇，好可爱哦，那你呢？哇，蕾蕾。啊，为什么要称呼是庄啊？因为我们是 DS 啊。DS 是什么意思啊？哦，主题餐厅哦，啊，我知道了，就像宪哥以前恶魔岛餐厅，恶魔岛就是去那先靠起来了，嗯，对，然后就坐在那个牢房里面吃，他们都会播啊嘞，因为恶魔岛，所以每个人都要穿护士服啊，对啊，轮椅耶，哇，你想，我坐吗？对，因为哇，可是啊，一个来啊，我坐，好严重哦，他就这样进去的。哇！然后，哎，所以这就是我的位置吗？哎，哦，黑芝，我们可以坐一台啦，为什么有差别待遇？慢慢进去吧，慢慢进去。爸爸，你还好吧？好塞哦！我也不要来这个餐厅了。爸爸，为什么跟前面差这么多？陶吉，你唱歌袂歹听，陶吉。怎样唱那么深情？谢谢他。所以你是出拐杖进来啊？对啊。耶，喂，没有了，这里，请坐。哇！而且，你有没有发现，这不是餐桌哎？这是什么？这是病床哎。对啊，这是病床哎。这是病床哎。火焰来了，冰峰糖，哇！我们要先吃这个啊，好，吃完这道就得分了嘛。对。叮咚，这样吗？是这个声音吗？对。嗯，好吃耶。好嫩酸的。对吧？对啊，这个好像都很下饭哈。对。哦，厉害了，有没有看到？来，你们两个在这等着啊。练个钢管，好，将来离开艺能界才有个发展啊！好啦，加了，葱卷饼啊，那个泡菜的来一个好不好？泡菜葱花饼啊！哇哦！哇，厉害！哎，习不习惯了啊？夜市，你知道吗？还 OK 吗？夜市还 OK 吗？我们有一点不习惯，因为我第一次化大浓妆。那不要紧，你知道吗？每一次来就是夜市啊，很小啦，来到这边就是很想吃东西，因为我跟你讲哈，我们的观众，尤其闽南语的歌手，这些都真正是我们的意思。对呀，有没有？要谢谢他。唱片，然后来这边卖唱片。对，雅琪啊，然后小舞台，他就唱起来。对。还有办法唱到像今天的大明星，听没有？来看一下，人家炒得很棒啊。我发现这边每一摊生意都很好，生意人非常好。在夜市里面哈，那不喝假是不可能生存啊？为什么？那还用说吗？那里面竞争那么大，对不对？每一家都是真的是。哇。哇，好好吃哦！我们三个公家一盘啊。公家。啊，这样哪够我吃啊？啊，你就尽量吃。你先吃。他还加蛋呢，有没有？哦，修，好不好吃？嗯，哇，要修，很有创意。哎，这是对。嗯，哦，好像那个。
还不错啊。蛋饼是不是？蛋饼包。我跟你讲，面跟肉是肉。我跟你讲，又要什么？有一点点大阪烧的感觉。对。可是第二口就要用公筷。为什么？因为我不习惯。公你的头这么肉。啊！真的要用公筷，难道我不敢吃？真的吗？真的。我有点怪癖。要不然这样好，你们两个，不，好赞哦，啊，我吃这块啊，我们没有嫌弃他就不错，他看他顽强呢，见他那个大头鬼，这个说有洁癖的人用这样子吃，哇，健哥，夹个鸡夹那低嘞，我可以用筷子夹我的吗？我的。好，我不吃了。没有，我认同哦，说会有人有那种怪癖，但是你觉得人家夹是卫生，对啊，对啊，对啊，你不觉得如果吃了对方的口水，不觉得就像亲嘴了吗？嘴对嘴啊，如果你亲到对方的嘴，就等于吃到他的口水，你这样没有用公筷，也是等于亲到对方的嘴。你讲话喷到口水比那个多多了。哎，还中不错，好好吃啊。辣辣甜甜酸酸的，真的好吃。哦，那个，嗯，这个是什么？这是等一下我们要来机智问答的游戏，然后呢，就会有乖乖针跟坏坏针。好，那我先出一题好。好。请问世界上谁最正？我先猜。好好。蒋中正。一定不是。错。不是吗？什么？就是其实是因为他保证。啊！什么东西没有答对？打针？哪要打针？要打针了，没有打针。快快！啊！哎呦，好黑哦！刚刚是画错手。对对对，我答错了。对，你喝了才知道。酱油吧。你整个配一下这个猪肉，然后就表示酱油。酱油，哇，好咸哦！还没完，还有第二题哦。小狗汪汪叫。小猫喵喵叫，那瓦斯怎么叫？瓦斯怎么叫？瓦斯又不会叫。不要拿啦，你不要乱推打，你会打错啊。瓦斯就电话拿起来，可以告诉我哦，我被救他死。救命啊！对啊。哦，瓦斯怎么叫？就打电话叫瓦斯啊。你好厉害。什么针？什么针？同时我怎么接得住那么多啊？哦，还弄到人家脸上，讨厌！好想吃，什么味道？一次打三针，惊醒八杯啦！好，换果冻你来。再一题。讲水饺啊，再一题。水饺是男生还是女生？水饺不能讲，你不能讲。啊？我没有讲啊。对呀。你干嘛指你的胸？怎么的？我没有哎。水饺，女生呢？哦，你答错了。为什么？你的提示我提示错的。我那提示错。你刚才怎么说？我在比我，水饺是男生。为什么？因为他有包皮。什么你好坏？这答案本来就这样，我怎么叫好坏？对呀，因为水饺外面有包的皮嘛。这个是什么？开始。哎呀！什么？这是什么？米酒，醋啊，白醋，柠檬，醋是白醋啊。像麻芋芬，哦，对啊，像不像麻芋芬？很像哎，可是哎呦天哪，光这样子站着，我们这样子，这个很昏，对，很难的。不是，我确定他不是。
不是人。啊，有了。他是外星人。所以啊耶！从他刚刚那个定点，我们知道，你还活着吗？你是在创啥？那手乌白难蒙。阿伯爱讲，你好。哎呀，哎，他以前上过我的节目啊。哇，熟悉啊。真的很像马玉芬。你现在头都不会转。不会，不会。我们光看就很晕了。那今天除了这一套，还送了两件要给你，好吧？来，拿出来，拿出来。大磊，这是被直通，指挥交通哟。什么直通？直通交通。哪边通啊？指挥交通。啊，准备关灯啊！两个人要旋转，好。这个老师教你们啊。是左脚，左脚，对，左脚。然后呢？我用脚跟当左脚。啊。左脚脚跟当轴心。轴心。然后转的时候。右脚踩小鱼的哦，要老四个这样吗？焦点，对，哦，所以是啊，晕了晕了，哎，所以是四点啊，好，我们现在准备关灯，看你们啊，音乐给他们两个一下，看谁先失败，谁就被淘汰，啊，能看那边，看那边啊，转哪一边，关灯看音乐，你们准备了。灯，有没有看到？我靠！所以你看哈，你大家有没有看到？所以你们不要以为说，哎，他就转圈谁不会？他转圈还在那里，哎，避狼避山，哎，哎，我跟你讲哈 ，Hello， 我跟你讲哦，孕吐啊，我食炸鸡，好孕吐，搁食豆花，搁外加迄什么什么物件？你妈在讲啊，你肚子大是宿便，好吧？跟今天吃的没什么关系。你少来，我你。你的宿便应该有一个月了吧？你要不要看看康康的，对不对？你不要。谢谢。好，谢谢老师了。哎，我们要问老师要吃什么菜？来来来来来，来一道菜。嗯，我选9号彩色银丝卷好了。哦，因为你那个是 LED 的，对对对，感觉就在一个彩色银丝卷。好，谢谢老师的表演。好，谢谢，给老师敬礼一下。好，谢谢谢谢谢谢。好晕哦。来，跟大家敬礼一下，谢谢。